静儿，师父，你怎么？师父，地族呢？没有保护好师弟们，那妖女不仅杀了我们的人，还养烟，有血吸我的，还有卓一航，他被明月斋妖女所蛊惑，弑杀同门。一行相识，应当知道我武当的门风断不会滥杀无辜。姑娘可有证据啊？是我武当的令牌，请姑娘给老朽些许时间彻查到底。你无需贼喊捉贼，我明月斋位置隐秘，只有卓一航一人知道。卓一航在哪儿？你与叛徒卓一航狼狈为奸，杀我同门师弟，竟然还在这颠倒是非。妖女，还我师弟命来！住手！师父，师父，卓一航到底在哪儿？姑娘已经剑下留情了，此事大有隐情啊！武当已非是昨日之武当了。此事着落在老夫身上，不论凶手是谁，必给姑娘一个交代。下山吧。师父，不能放他走。
快走！你还敢回来？师父，你怎么了？那妖女剑上有毒。师父是中毒身亡。师弟，师父的真武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炼体上在哪儿？我要见卓一恒！我问你们，卓一恒在哪儿？卓一恒在哪里？卓一恒，好，一出好戏。长光，妖女自不量力，与您为敌。小人师父也惨遭其害，还胆敢洗剑胡玩，今日必定永锁两段。一介长工，心疼之患。